所以呢，我们就先对外说七分。然后呢，再呢对十做七分啊，那我们就到了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把那哈里面这一层积分算出来了哈。积分 x 根号二 x， 十二 x 二 y dy 啊，现在把它呢做出来啊。好，那这一个呢，现在先对面说外做积分，对十二 x 乘常数。可以先提出来啊、哦。好，那么 y dy 的积分就得到什么？二分之 y 的二次方，对不对？那 y 至少用什么代进去啊？根号 2x 代进去，根号 2x 的二次方就得到 2x， 根号就消掉了哈、哦，就得到 2x。接下来减掉呢，你 y 用 x 代入啊，好 ，y 用 x 代入就得到 x 啊，好。好，这算出来之后呢，在形上定义啊，然后对呢，对做 x 做积分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呢，积分怎么做啊？我们没有乘法公式了哈。千万不要把十二次方的积分算出来，拿这个积分算出来，然后相乘，啊，这样就错了，啊，好，那我们就来把它展开来了，啊，首先二跟十二呢就约掉了，啊，约掉之后呢得到六了，啊，好，那我就是呢六 x 平方乘以二 x， 啊，就得到呢十二 x 的三次方，好。接下来减掉呢 ，x 平方乘以六 x 平方，得到六 x 十平方，然后对 x 做积分，好，那 x 的范围是零到二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一样啊，三次方的积分得到多少 ？x 的三加一就是四次，除以四，除以四乘上十二得到三了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 x 用呢二代入零代入，好，二代入二的四次方十六，零代入是零啊，减掉零，所以三十零十六减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在这边呢减掉 x 四次方 dx 的积分得到五分之 x 的五次方 ，x 呢用呢二代入零代入算出来值相减，好。那二的五次方减零的五次方得到三十二，三十二再乘以这个六呢是多少？三十二乘以六，一九二。好，然后呢我们通分啊，五分之三乘六是四十八嘛，哈，四十八再乘以五哎，二百四，两百四减掉一九二是多少？四十八，那两百四两百加四十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把呢啊这个呢十二 x 平方 y 啊这个函数啊，再呢区域啊啊的二重积分算出来了啊。那算出来的值呢是呢五分之四十八了啊。好，那首先呢我们利用弧比里定理啊，把它转换成呢啊这个呢叫 dx 积分啊。那我们呢弧比定理掌握了一个原则啊。最外一层就要放了常数，啊，那所以呢，我们看这个区域啊，啊，把它设成这个样子，啊 ，x 范围零到二是常数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就积分零到二，再积分 x， 根号二 x， 把这区域啊转换成这个样子了，啊 ，OK， 好，那这时候呢 ，x y 等于十二平方 y， 把它带进来哦，好，那我们这时候呢，哈，这边啊，这个积分。x 根号 2x 这个呢是变数 y 的范围，所以我们就先对 y 做积分，好，把这算出来之后再对 x 做积分，那 x 范围对应0到2，这
三期都可以了。啊，第一个步骤很重要啊，要先把它相对啊。那再来，我们就能来算它啊。积分零到二，第一个是呢的保留啊。我们先把十二平方 y dy 啊积分算出来啊。那你变数是 y， 十二平方是常数，可以先提出来啊。那 y dy 的积分得到二分之 y 的二次方，二的二次方在这啊。那 y 这时候用呢根号 2x 带进来哦，啊，根号 2x 的二次方就得到 2x 了啊，再减掉 y 用 x 带进去得到 x 平方，啊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啊，那我们这边呢把它整理一下，二跟十二约掉得到六，啊，那六 x 平方乘以 2x 得到 12x 三次方，啊，再减掉 x 平方乘以 6x 平方，好，啊，得到 6x 四次方。接下来呢，再算算它的第几个三次方的平方，然后对吧？好，那三次方 b 十七分就得到呢这一个呢，四分之 x 十次方，三次方积分是四分之 x 十次方嘛？好，那因为你这边的四次方十二，就是用的是三 ，OK， 那 x 呢至少一样，用了二代入零代入啊。就能得到呢十六啊，所以三乘以十六啊，就是四次方啊。好，那再来减掉呢 x 四次方，它积分五分之 x 五次方。那 x 中二代入零代入啊，那我们将得到呢三十二啊，三十二再乘以六啊，得到呢192。好，那这样我们把那个最后转出来是五分之四次方啊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这是二十七分啊，那我们哈这个呢哈这一部分呢就讲完了啊。这六题呢是呢会考题库的第七大题啊，总共有六题，我们都已经考了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二重积分积分持续交换啊 ，OK， 好，那如果给一个函数 f(x, y) 了哈，那呢它的这个二重积分，如果它是呢先对 x 做积分，再对 y 做积分，那这函数呢如果先对 x 做积分没办法算，用我们以前呢讲过的积分技巧啊，没办法做出来。那我们实际上就可以考虑呢，这个呢先把它的积分持续交换，啊，就先对 y 做积分，再对 x 做积分，啊，那看是不行，啊，那接下来呢有呢这个试题啊，就是关于的积分持续交换，啊，那这个呢比较的难一点，啊，所以呢各位要注意啊，好，啊，那我们呢哈，啊，看一下例题啊，都可以擦掉了啊。我们看例题一啊，我们
妙球呢，这个呢，七分零到二，七分二 y 到一的负 x 分之 y dx dy 它的这个式啊。好，那我们刚好要呢，先算呢一的负 x 分之 y 先对 x 做积分啊。那呢，以前呢，我们有讲过什么公式啊？积分一的 ax x 常数啊，啊，那它的呢？烦恼函数是等于呢一的 a x 乘上 x 系数 a 的倒数就是一了啊，再加 c 啊，这由变数代算法来的啊，用了一的一次方一的几次公式啊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先对 x 做积分。那你这边函数了啊，一的负 x 分之 y 代表呢一的负 x 分之一。乘上 y 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那这边呢，如果对 x 做积分，对 x 做积分，你 y 是常数了啊，好，那你看还有负的啊，负 y 嘛啊，但是你这边呢，乘上 x 分之一，与十分 x 相等，所以我们就能没办法用这个公式。那如果呢，我们改成呢，先对 y 做积分呢？这时候负 x 分之一就是常数，对变数派来讲是常数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的 a， 那你变数三分成 y， 那你一的 a y b y 的积分一样啊，得到一的 a y 乘以 a 分之一，啊 ，x 换成 y， 所以呢，我们呢哈就能哈发现，哎，那我们就先对 y 做积分就 OK 了啊。那么先对 x 做积分，那你这个呢，老师对 x 做积分没办法算啊，没办法算啊。那如果先对 x 做积分，你可以直接代公式啊。后面决定呢，积分次序交换，先对 y 做积分，再对 x 做积分啊。那这时候积分的范围不能够直接照写啊，写零到二就不对了啊。OK。因为零到二是 S 的范围， S 的范围原来是二 y 到四，所以我们这边呢范围啊就要跟着变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原来的区域啊呢写出来了啊。原来区域啊，我们可以很快的呢哈就把它写出来了啊。x 的范围是 2y 到4，对 ，2y 小于等于 x 小于等于四，那 y 的范围是0到2，哦，所以呢0小于等于 y 小于等于2，哦，那我们现在呢把它转换成呢哈，这个叫做 r 方嘛哈，那 r 方的区域跟 r 区域是完全一样的哈。是呢，我们这边有稍微变化一下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呢要先跟次序交换，先对 y 再对 x 做积分，所以这边呢 x 对应的这个呢最外层要放什么常数 ，OK 要放常数哦，好，那原来 x 的范围是什么？由第一个不等式小于等于四，对，大于等于二 y。那呢，我们至少呢再看第二个等式，因为 y 大于等于0，所以 2y 怎么样？以 y 大于等于 2y 当然也就大于等于啊，所以 x 的范围哈就能0到4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至于变数 y 的范围，能够把第二个不等式抄过来哈，跟说 y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2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变成一个长方形区域了。原来如果各位把它画出来哈 ，y 等于 y 等于2，啊，这个呢，二 y 小等于 x， 还有呢 x 等于四，画出来应该是个直角三角形区域，啊，所以你变成这样子就不对了，啊，好，那我们这时候呢 ，y 的范围呢，哈，由第一个不等式，二 y 小于等于 x， 所以 y 小于等于什么？二除过去啊，二分之 x。再结合这个不等式 ，y 是大于等于零，所以呢，我们 r 呢转换成 r 方，那你 r 方给我画出来跟它是完全一样的，
好，OK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先对 y 做积分 ，y 的范围就是呢零到二分之 x 哦。好。好，那这个呢算出来之后，再对变数的积分，积分 x 的范围现在变成了零到四。这样没问题，好，我们积分次序交换了啊，原来对 x 再对 y 做积分，我们现在换成新对变数 y 做积分啊，再对 x 做积分，好，这里面的 y 范围啊将跟着变啊，能够呢往西零到二了啊 ，OK。那老师来讲一遍，我们的区域啊怎么转换成啊范围啊？原来的区域啊的范围啊 ，x。介于二 y 到四之间，所以二 y 小于等于 x 小于等于四啊。那变数 y 的范围是零到二吧啊，所以零小于等于 y 小于等于二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转换成 from 啊，因为我们呢哈这边先对 y 再对 x 做积分，那你变数 x 就要当常数。那我们就先决定变数 x 的这个范围啊，那由第一个不等式 x 小于等于四，啊，那它这边大于等于后 y， 啊，那再由第二个不等式啊 ，y 大于等于零，所以你 y 小于二，二 y 应该大于等于零乘二，啊，所以二 y 大于等于零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 x 范围就变成零到四，这样 OK 吗？啊，它是以变数 y 的范围由第一个不等式。二 y 小于等于 x， 所以 y 就小于等于二分之 x， 把这二除过去 ，OK， 好，那再结合第二个是大于等于，好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现在我们这边呢，如果先对 y 做积分 ，y 的范围就是呢零到二分之 x， 啊，再对 x 做积分 ，x 的范围是呢零到四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把它算出来。积分零到四啊 ，dx 的保留。好，先把这个算出来啊。那一的负为十分之一乘上 y dy 的积分是多少？一百零公式啊，得到一的 ay 负为十分之一乘上 y， 就是负为十分之 y 了啊。然后再乘上什么？二分之一。A 就是指呢，负 x 十分之一啊，啊，那它的倒数是多少？负 x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 x 用什么代进去啊？不是 x 是 y 啊，啊，变成 y 啊。y 呢，用二分之 x 代入。y 用零代入，算出来是相减 ，OK， 好，你不可能啊。好，至少 y 等于二分之 x 代入啊，二分之 x 除以 x， 知道？二分之 x 除以二分之一，所以一的负二分之一次方，前面有个负号，所以呢，负一的。负二分之一次方，好，那、接下来 y 等于零代入哈 ，y 等于零代入里面呢就得到一的零次方，就是一，啊，再乘上负的，啊，一的负号，现在零代入得到负一，它要相减的，减负一变成加一，加一的一也可以写在前面，啊。好，那这个对变数 x 来讲是常数嘛，哈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哈、哦，这个呢，哈、哦，就把它提出来，啊，它提出来之后剩下什么？这个部分已经解决了，负号也呢乘进去了，哈、啊，得到呢负一的负二分之一加一啊，啊，啊，接下来就剩下呢 x 乘上 dx 的积分 ，x dx 的积分是多少？二分之 x 二次方 ，x 二次方 ，x 用什么代？四代进去，四的二次方，再减掉呢 ，x 用零代入，
零到二十八，所以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？等于多少啊？一减掉一的负二分之一次方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把呢一的负 x 分之 y 了哈，它的这个呢哈，就积分你到了积分的 y 到四，一的负 x 一 y 一是一 y 值算出来哈。原先如果直接算没办法算出来哈，一的负 x 分之 y 对 x 做积分，没办法把它算到数出来啊。但是如果先对 y 做积分，就会变的啊，因为呢一的 a y 一 y 的积分得到一的 a y 加七。大约是定积分，所以我们就省略了啊。那我们就决定先对 y 这个去做积分，省去去交换啊。那你交换之后呢，整个区啊就能变动啊，变成啊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原来是积分得到了，才能积分得到是啊，积分得到的是 x， 跟原来的范围是不一样啊。那转换是刚好是相同啊，这样子转换。那这积分的过程 OK 哈，再讲一遍啊，一的 a y d y 的积分得到一的 a y， 好，那就是一的负 x 分之 y， 那就是 a 分之一 ，a 是负 x 分之一，负 x 分之一带来带进来哈，一除以负 x 分之一得到零负 x 啊，好，那接下来呢 y 呢，我们用二分之 x 还有零代入。相减，好，把它这个负号也把它乘以去，那你 y 用二分之 x 代入，二分之 x 除以 x， 好，得到呢二分之一啊，啊，所以一的负二分之一次方还有负号，一的负二分之一次方，那 y 用零代入的话呢，这边就得到一的零次方还是一啊，啊，还有负的负一，啊，还要减负一，好，这边加一，加这边好。好，啊，这个常数呢就可以提到呢积分的外边了哈，提出来之后就剩下 x 第二次的积分了，那我们要得到呢二分之 x 的二次方 ，x 是要用呢四代入零代入，好，所以四的二次方减零的二次方，好，刚算出来结果是八，是吧？算出来，好，那就可以写成一减掉一的负二分之一次方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例题二了哈。我们要求积分零到派，积分 x 到派 ，y 分之三 y d y d x 的值哈。好，那呢同样的哈，我们 y 分之三 y 了哈。如果先对变数 y 做积分，那用以前的积分技巧哈，就是呢分母积分法。变数代换法，啊，还有什么分母分式啊，三角代换法啊，这都没办法做啊，哈。那呢，我们就想到，那如果积分次序交换呢？如果 y 分之 sin y 先对 x 做积分，是 OK 的。
一些长处啊，大家对说新增值是很有意思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哈，就能先能把新增持续的交换，啊，先对说新增再对外部新增，啊，就算再做。啊，这时候呢，老师说过，你这个区域啊，那么就要呢变动了哈，这积分的范围要变动了哈。那我们先把呢原来区域啊，那么很快写出来哈。S 的范围零到派，零小于 x 小于派。变数 y 的范围呢 ，x 到派之间哈 ，x 小于 y 小于等于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转换成了区域啊，那。那我们现在呢是呢，哦，这个积分持续交换嘛，哈，先对 x 再对外做积分，所以呢，今天呢最外一层要放变数 y， 还要放常数，记得最外一层要放常数，哈，哦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先决定变数 y 的范围，而且要写常数了，哈，哦，好，那由第二个不等式 y 小于等于 y， 那左边呢本来应该大于等于 x， 对不对？那接下来结合第一个不等式 ，y 大于等于 x， 那 x 又大于等于零，所以 y 的范围就决定了零到派之间了，好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至于变数 x 的范围呢，你不要把第一列，你不要把第一列照抄了哈，我们先看第二个不等式 ，x 小于等于 y 了，好。y 大一点 x 跟 x 小一点 y 是一样的，好，所以 x 小一点 y， 好，再由第一个不等式，它是大于等于什么？零啊，这样了解哈，哦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积分持续交换，先对 x 做积分 ，x 的范围放了这个零到 y， 那再对变数 y 做积分 ，y 的范围是零到派，好，哦，所以这边呢，要呢把它呢转换成。这样 OK 吗？好，现在等于积分零到派 ，y 分之 sin y 对变数 x 来，对呢变数 x 做积分，老师刚刚说过了，就是 y 分之 sin y， 然后乘上变数 x， 对不对？乘上 x， 那你 x 用呢 y 代入零代入。y 代入得到 y， 零代入得到零，哦，所以乘上的 y 等于零得到 y， 好，哦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啊，再来呢，这个呢，再乘上 y。那你 y 跟 y 呢就约掉了。sin y dy 积分是什么？负 cos y 啊，基本上是负 cos y。r y 呢，用了派代入、零代入、三代入是相写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把派代入得到负 cos 派啊，零代入得到负 cos 零啊，它要相减，所以减掉负 cos 零就加 cos 零啊。cos 零等于多少？一。cos 派呢？负一。再派是负一，好，所以负的剩一加一是答案，好，那我们算出来呢，二了，好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把呢，好，这一题积分零到派，积分 x 到派 ，y 分之三 ，y d y d x 是，把它算出来了，好，我们原先呢 ，y 分之三 ，y d y 的积分，要把 y 分之三 y 的烦恼算出来，好，对变数 y 来讲。那这个的话没办法做，哦，那所以我们呢就决定先对 x 做积分，对 x 做积分这是常数，好，哦，那我们说过积分 k 也是积分得到 kx， 好，哦，所以这常数的积分很简单 ，y 分之 sin y， 然后乘上啥？乘上 x， 啊，应该乘上 x 哦，但是有维持看基本定理，好，哦，x 用什么 ？y 代入啊，零代入嘛，好，哦，所以你跟呢 y 代入得到 y， 零代入得到零。好，好，那你跟 y 消掉，三 y 的积分，三 y， 好，接下来 y 呢，用派代入，零
那我这边呢，其实持续交换，现在是在对外做积分，有个范围呢蛮重要啊，哈、哦，因为它新芽的范围 X 范围等到开，它的范围 X 到开之间啊，那也是小分开，这个是这个样子啊。那现在转换呢，那我们现在是在对外做积分，那你呢，记得这个呢积分最外一层要放常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决定变数 Y 的范围。好，那我们呢先由第二个不等式 y 小于等于 i， 好，那它大于等于 x， 对不对？那因为呢第一个不等式 x 呢又会很大，所以我们 y 的范围哈、哦、就转换成零到 i 了啊、哦，就变成常数啊。那至于 x 的范围呢，由第二个不等式 x 小于等于 y， 再结合第一个不等式 i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？现在做积分还是范围是呢？哦，这个呢，到外，哦，现在对外做积分呢，范围是零，两平方，是吧？接下来做范围就是数，哦，这样的问题比较困难一点了啊。哦，那么还有两题啊，还有两题的话呢，我们下一次呢，再呢这个讲好了。